你知道我去年坐在那个位置啊，我心脏真的很不舒服。是哦，所以我现在有个冲动。什么？我想要拿我的听诊器啊，帮各位女主角们，哎，检查一下心跳。可以啊，你是专业医生啊，现场帮他们看诊啊。先来检查一下右心的。哇，这个很平常心呢。我来检查一下血夫的。这个应该是第一次入围吧？这才是正常的吧？是哦，是哦。接下来是丽英姐。静雯。哇，这有点乱。闺蜜姐，你逃不掉啊！哎。什么意思？这个不知道是哪几次讲了。哦，好想跟你一样哦。戏剧节目女主角奖得奖的是杨贵妹，有生之年，恭喜贵妹姐！自然真实，细腻诠释了一位为家庭付出一生的女性心境，透过充满感染力的情感表达。大家晚上好。大家晚上好，顺哥。哎，狐狸妈揍啊！刚刚跟自己亲兄弟厮杀的感觉是不是很纠结？我觉得还好啦。每年不管有没有入围，有没有得奖，我觉得能够一直拍好戏，然后观众喜欢看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哦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们两兄弟都很紧张。是吧？是是是是是。你知道我去年坐在那个位置啊，我心脏真的很不舒服。是哦。所以我现在有个冲动。什么？我想要拿我的听诊器啊，帮各位女主角们，哎，可以检查一下心跳。可以啊，你是专业医生啊，现场帮他们看诊啊。是哈。来啊。那我就来。隔空听诊喽，好好。先来检查一下右心的。哇，这个很平常心呢。怎么可能？是吗？接下来，我来检查一下血夫的。这个应该是第一次入围吧？这才是正常的吧？是哦，是哦，是哦。闺蜜姐，你逃不掉啊！哎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个不知道是哪几次讲了。哦，好想跟你一样哦。接下来是丽英姐。我知道，心如止水。英姐，你是在修行，对不对？最后一位，静雯。哇，这有点乱。应该是虽然拿过奖，但是还是很想拿。静雯，你的表演层次好丰富哦。好了，我们不要。整他们的了哈，对，有人心脏要坏掉了。是，我们就赶快来看一下戏剧节目女主角奖入围的有。戏剧节目女主角奖入围的有。为了这不想要到底见到我哈，方佑馨，早点回家，大爱剧场，院子有限公司。郭雪芙，此时此刻，白玉数码创意股份有限公司。杨贵妹，有生之年，联立媒体股份有限公司。我们来游荡三天两夜。
杨丽英、华丽计程车行、巧克科技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。轻松的内容吗？贾静雯，此时此刻，百玉数码创意股份有限公司。周制作人。哎。戏剧节目女主角奖得奖的是杨贵妹，有生之年，恭喜贵妹姐！自然真实细腻诠释了一位为家庭付出一生的女性心境，透过充满感染力的情感表达，让角色的每一个动作与眼神都能直击人心，成功将观众带入角色的内心世界。谢谢，我还真不敢相信，头是晕的。许昌恩导演，你那张要不要借我？但是你借我，我也看不到，因为我有一点老花。那导演，你可以帮我提词吗？我第一个我记得，谢谢 TVBS， 谢谢，谢谢戴尼克，谢谢小四哥，还有谢谢我们最美丽、最有智慧的制作人林心如小姐。她真的很可爱，常常到现场探班。我实在是不想吃那么胖，但是他都送好吃的，谢谢你的关心，谢谢，谢谢。刚刚才得到最佳导演奖的许昭仁导演、林志儒导演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在拍戏的时候给我很大的空间，谢谢。谢谢我的一家人。有生之年的一家人，喜祥哥，喜祥哥，你老婆得奖了，离婚你有没有觉得很后悔？谢谢我的儿子康仁，谢谢哲熙，谢谢，刚得男配角，小周，谢谢。我的媳妇张蓉蓉，还有自由，还有展荣是我孙子啦。谢谢展荣，然后谢谢可芳，谢谢你们，有你们这样的一家人，精湛的演技才有妈妈的存在，谢谢。然后也谢谢我们的剪接师，很棒。谢谢，谢谢我们的造型师，很棒。虽然你让我穿得很胖，但是我得了金钟奖，我就算了吧。谢谢竹真，谢谢。然后谢谢我们有生之年所有的工作团队，谢谢。然后谢谢宝岛哥的摄影团队，谢谢你们在那么狭窄的空间里面。摄影师是逃不掉的，所以他们从进去到出场全部是全身湿的，谢谢。还有谢谢我们的道具，在西晒的阳台煮东西真的很热，谢谢你们。还有谢谢我们所有的造型组、化妆组，然后我要谢谢我的经纪公司奇石传播，谢谢我的经纪人，
谢谢蒂娜姐，谢谢十几年夜十年吧陪我上山下海的陈怡如，谢谢你们对我的包容，谢谢，谢谢我的化妆师，很多年了都是他，客气姐，谢谢你，还有谢谢今天我所有的造型，展翼、艾米姐，还有展翼、艾米姐、微博如，客气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。最后，对不起，我私心，谢谢我的家人，谢谢我的弟弟妹妹，在我工作的时候，把爸爸妈妈照顾得很好，让我没有后顾之忧，我可以为我的理想冲刺。谢谢。最后我要跟大家说，得金钟奖不会涨价哦，请你们多多爱用我，谢谢。哎，对不起，我忘了谢最重要的评审。谢谢今年的评审，看到一个资深的艺人，一直一直不断的在努力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